间，你打扫是这样打扫的，丢掉就是不见了啊！你快，哎呦，哎呦，原来就是你，怎么可能洗得掉？时间到。新年快乐，耶！对，跨完年了，哎，跨年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出去玩得很嗨吧？没有，我在工作，努力赚钱。工作，那个我也是在那个101那个上旁边倒数啊，对。可是有些人在家里开趴的有过吧？有啊有啊，而且我每次就是家里开趴，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找这些人来？因为所有在大家玩到两三点，对，然后开心的离开了，对，然后我自己就走了。灰姑娘跪在地上吗？慢慢的打扫，慢慢的打扫，家里一定是很像被核弹炸过那样，整个爆开来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要 PK 什么样的？项目呢？各位看到那边的餐厅有没有？这里整个就是一个开趴过后的样子，哇！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好可怕！今天我们的女神特训班的 PK 赛会在脸书上呢有投票哦，各位记得要投票，你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的赠品哦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选谁？艾米姐吗？我的是我，还是两个毛孩子的妈妈？好了，我们来看看今天要比赛的项目是什么呢？第一关哦，第一把很重要哦，五号很重要哦，剪刀石头布。你也太慢了，按错了，按错币。好，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耶！哎，我也是。你要选几号？你要选几号？最难，好，五号。五号是不是？来，五号有两个选项，为什么有两个选项呢？为什么啊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因为要用不同的道具。是。看你抽到哪一个道具，你就要用哪一个。工具去打扫、我们可以先知道有什么吗？对呀、不一定啊，可能会有那种叫用马桶吸的嘛，通马桶的叫你扫客厅啊。那应该越扫越辛苦了一把。来，让你选一个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拜托赐给我灵感。奶油桂花手。好，选中了这个。就它。我先看看这个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这个是马桶刷。哈？60秒内使用树枝。数字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怎么打？对啊，这个怎么打？好了，打下来看看。我希望它是魔鬼毡之类的。哎呦，会是什么呢？简单的啦，是期限限制好吗？是，我觉得最难的是它有时间限制，而且只有60秒。等一下，这个沙发上面还有一些那种，比如说喷出来的彩带，有一些会粘在上面的。可以，我觉得你至少是抽到好的道具。艾米选了5号，五号，接下来你要选几号？我一定是选7号啊。选七号，为什么？因为好了，我们来看看7号的选项啊，一样是两张签，两个哦，选一个。树叶，别偷看。我先摸一下，看哪一个感觉比较好。这打麻将啊，觉得是这个耶。这个吗？拯救臭马桶。啊，好棒！马桶刷 OK 的，合理的。马桶刷还有超大道哦。好哦，好哦。我抽到多霸道跟这个马桶刷，我觉得艾米姐你好自为之吧。我觉得我太 lucky 了，我要当小魔女王飞走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吗？啊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觉得我的这个真的，哇，这个很好用哎。它挤一挤下去就清洁溜溜。那我们先来冲个水好了。我觉得我外面一定很混乱，艾米姐那边感觉很可怕。艾米姐，你打扫是这样打扫的？丢掉就是不见了啊。不要再参加了！不要这样子，好可怕哦！好，我们先来清干净，再来研究一下这罐到底是什么。而且我觉得我很 lucky， 我有水，有没有？我就直接用马桶的水来清就好啦。太好了，哦，清洁溜溜！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快，你去闹他吧！然后桌面上的东西还一大堆气球。我好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厕所亮晶晶的，时间到，我这瓶太厉害了啦！但是艾比姐这边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我很厉害了，你怎么那么喘？60秒的时间，她基本上是把沙发上的东西剥下来而已，丢掉就是不见了啊！看那边，那边不用看。
而且你好喘哦，你还在喘，真的好累，因为旁边还有人一直急叫啊，然后那个气球爆炸声啊，也太可怕了。我好 lucky 哦，我选到那个。所以狙击这一关算成功了。对，很可惜，因为真的范围太大，要选五炮是有风险的，是失败。刚刚第一关狙击选的七号完成了，就把它贴好，但是他失败了，失败了，不好意思啦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吗？啊、好残忍啊！你把它盖上去啊！怎么这样？先连成一条线就赢了，先连成一条线就赢了，这么简单、哦，我这好容易，等一下三炮你就赢了、欸。但是你的器具厉害，真的。对，如果你刚好运气好，对对，因为这个真的有点，因为我如果就这样就不好看啊，所以我选四，因为我想要连成两条线。羞辱你呀、啊！狙击就选四号了，那艾比你选几号？那我选，就是我不要听信敌人的谗言。那你选一嘛？你选一嘛？三号，三号。确定吗？哎呦，选三号、哦、好，聪明。狙击四号，来，我们现在抽四号，看看你要抽中哪一个工具。还是这只手哎、欸。好的。哎，简单简单，对，我也很常在清我们店的那个玻璃橱，用报纸很好。你看看另外一个工具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另外一个是书啊，哦，哎，你真的好 lucky 哦。而且我又有好用的清洁剂，果然自己还是你觉得要挑战丝袜？我可以头套，还是头套丝袜，然后拿报纸清，好不好？那艾米选三号，我要选错东西的话，又要跟刚刚一样的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好，也是他，好，打开来看看。OK 的，好的工具都很好用啊。对啊，工具都拿到了，准备就位。我准备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真的很 lucky 耶。其实我好了耶，明明就不是洗碗盘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去污液。啊，没关系，难不倒我。等一下，我是贤惠的妈妈呢。我好了，等一下，再这样好了，再干净一点。好了，我好了，耶、yeah! ！我今天怎么这么 lucky 呀、啊？我好了，你又好了。你的这个难度比较高哎，今天手气真的比较不好哎，真的。你要不要把那个再洗洗？没关系，其实我也是很快的。对啊，好了，你这样快点，快点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你好了，哎，你终于完成了。Yeah!你这个可以保住了，守住三号很重要。你如果这个没守住的话，它直接连线嘞。但是狙击还是一样听牌的状态，真的好可怕。还是听牌。哎呦，你难得有选择。哎呦，让你先选。你什么叫难得？因为狙击现在都还是听牌的状态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好，六号。好，艾比选六号，那你呢？那我一定是选一号啊，因为我这样就连线了。OK， 一号。直接来，这么厉害！看一下，是有两个，一号是你选的吗？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你抽一个给他，来，你也是两个。我刚刚选你的左手，现在右手。哦、哇！什么？地垫上的牙哦，用牙刷、欸。牙刷有点难吧？牙刷很难。牙刷给你。但是因为我很会清除地垫上的脏污，所以搞不好。因为他们家很多狗狗，对对，心里怕不怕？那是什么？一定啦！我刚刚就是用那个，那个真的超好用，好用啊、真的很好用。而且你有抹布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是耶！ Yeah. 你终于，你这次听信他是对的了。阿木，我出门啊！是人很好，真的，谢谢。牙刷可以 PK 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就位。我本来超有把握的，想说用牙刷我都可以把垫子清干净，但是啊，你看看这个垫子啊，我脸都惊讶掉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多霸道它好好用哦，所以我觉得我很有信心。看这个垫子啊，快点！我脸都惊讶掉下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左右手一起来，也太难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。哎，计时60秒，你还可以这样聊天？我可以呀、啊。你前面就聊了15秒去了。其实我一开始都是会先抖一抖，把它先抖掉。但是有咖啡呀、啊。哎，真是奇怪哎。
怎么还会有咖啡出现？为什么这边会有咖啡？对啊，好奇怪。哎呦，原来就是你！你看，你看，妈妈就是这样很有效率吧？两手一起来，而且真的是用那好用的工具差好多。哎呦，这有咖啡怎么弄啊？还剩多久时间？这太难了啦！好可怜啊！碎碎也很难啊。突然有一种阿信的感觉。耶！我好了，我好了。真的觉得这实在太不公平了。刚才上面不是一大堆那种什么？而且已经粘住的花生酱，对啊，还不错耶。哇塞！那你要不要去看看我的地垫？哇！他不小心咖啡手抖抖。哦，没办法，那个。好了，那这一关就是艾米成功啦。公布比赛成绩，艾米选6号嘛，帮你贴上去，然后我刚刚是1号，失败，不用来了，没有吗？直接贴艾米，耶，我不用再修了，还好没有输得那么难看，现在也有机会可以连线了，对，也是有机会的啊，2号、9号都可以，所以意思说我们这次要决胜负喽，决胜负，这一把就要决胜负了，2号，你选2号，对，你选2号，那GG嘞，2，我们先来看看2号好了。好紧张啊！来选一个，二号，选一个。那个眷恋我一次吧，低压低歌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你们不懂的。这个柠檬，这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熏香的柠檬，柠檬是可以去除的啦，是是是，60秒有点困难。继续选的8号。压力好大，你会不会前面都 lucky， 后面选到一个？不会啦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棉花，那我当然一定。所以你刚刚还说你想要这个，对啊，还是你想要？还是你想要挑战棉花？棉花对吧？我觉得厨房纸巾。好了，可以用厨房纸巾，厨房纸巾 ，OK， 赞啊！我可以直接拿去手上的工具都工具都已经拿到了，准备就位啦！什么东西啊？柠檬盒，柠檬洗油可以洗口红，怎么可能？啊，好啦，算了，今天只能说运气真的不大好。厨房纸巾真的很好用哎，我怎么听到那边一直在哀嚎啊？洗不掉，给我柠檬，怎么可能可以洗得掉口红呢？完全没有水痕，其实有点难呢。哎呦，完全没有水痕，所以没有好的工具，根本就不可能可以打扫嘛。完全没有水痕。好 ，OK， 我好了。还是一样，怎么可能洗得掉？什么东西嘛？最后的比赛结果呢？刚才艾比姐选2号嘛，2号，然后GG是8号，我完成了，所以你赢了，让你贴，恭喜GG连线成功，女神特训班家事女王，噔噔噔噔，做老婆啦，有没有投票投对呢？但是也不要气馁啦，我觉得你今天是比较倒霉的成分居多，说真的。赢了有荣誉，输的我们还是要处罚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处罚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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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这样啃？哇！现在是怎样泡火气太大生气吗？我先帮你吃吃看。我也想吃看看。对，你可以像玉米这样啃。蔬菜这样对。看你吃过它怎么样？哇塞！怎么样？哦，好脆。那通通给你了。好补啊！一口就好。光闻那味道就。很想吐。哇！耶！辛苦了。看到艾米这么卖力的接受处罚，你还是要投票给他了，好不好？我虽然赢了，还是要投票给我。当然当然。对啊。你们觉得哪一位家事做得好呢？赶快投票哦。当然是我，是我运气不好。是我啦！你要选这个图案，我是这样。通信票，快点通信票。选我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女神特训班，下次见啦。